献唱给我的辛苦的老婆郭春华哈。来，我们的郭春华辛苦了。老师在哪里？我们的郭老师在哪？来，我们挥挥手一下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要请呢，我们的台南市市长候选人，也是我们的前台南县的县长，我们苏汉志苏县长呢，要来献唱这一首《苏波埃兰》，来送给我们的夫人。会唱的一起来，来现场的好朋友，会唱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来。我心内。亲像苏波的人。